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谈谈啊，我们对国家财政愿景的主张啊。那财政的问题基本上是国家动态发展过程当中整体国家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啊变迁的一种综合的展现啊。那么它所涉及的包含了国家是怎么去透过国家职能的调整，有效重新分配啊，整体国家的资源，以应应呢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调整所必须要的啊这个财政需求。因此呢啊，我们认为啊，就是说，如果要根本解决国家财政的问题啊，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先确认啊这个所谓的国家的定位啊，先确认国家的定位，也就是国家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啊，然后再透过适切的财政作为啊，就国家整体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的财政还面临到财政赤字的话，那这个就不足以担心，因为这是整个国家职能的调整，那么所产生的一个后果。相对的，如果我们对国家的定位认识不清啊，或是职能混淆，采取错误的财政作为，那么以致不当的调配国家资源，导致财政赤字，那这个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么，台湾在过去一二十年来啊，财政赤字问题一直萦绕不去啊。那么期间虽然历经两次的政党轮替啊，但是呢，对于改善财政赤字的各种手段跟口号，一直啊漫天价响的啊喊出来啊。但是至今呢，我们的财政问题还是深陷到一个泥淖里面，没有办法解决。显然，我们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应该重新检视我们的财政作为啊。那么在这篇啊，在我们的这篇国家财政愿景的主张里面，我们认为啊，当前台湾财政的问题是在过去殖民式的谬误、殖民式财政的谬误，还有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迷失，以及追求财政平衡的幻觉之下所导致的。如果要有效解决的话，应该回归到啊量入为出的财政本啊量出为入的财政本质。一方面啊重新检讨界定国家财政的功能啊，那么二方面全面检讨赋税制度，提高赋税啊，以满足政府行使法定职能所需要的这个啊财政收入啊。那么第三呢，要放弃啊为主数的这个所谓的债券。啊，那么重新检讨债务基金的管理，以有效的应用整体的国家资源啊。那么当然，最后我们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认为啊，国家的财政基本财政是国家的财政，不是政府的财政，也不是啊统治者或执行者维护政权的一种工具啊，更不是经济强权掠夺资源的帮凶啊。国家财政应该以国民经济为基石。是国民主权的象征，是社会脉动的体现，更是守护啊人民生计与社会福祉的堡垒啊！它对外必须能确认国家主权的完整，维护国民的尊严；那么对内呢，要能深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啊，建立一个人本永续的国民经济发展基础，同时也要以啊健全社会安全防护网，维护经济弱势者的生活尊严，那么实现。啊，分配正义为天职，这是国家之所以存在的根基啊，也是国家财政不可或缺的职能啊。因此啊，我们在此认为，对国家的财政愿景，应该是要以奠定国家主权完整与安全保障的根基，深化国民经济永续发展的基础，实现社会分配正义啊，并以国民为本的国家财政，那这才是我们。国家财政的愿景所在。